有一件事情，在我面前有三只手机，就是这三只手机都没有装手机壳哦。这只是妹妹的，这只是姐姐的，这只是亚米妈妈的。让他们期待一下我送给他们的新壳吧。来，你们的手机没有壳了。你们的手机壳，噔！好漂亮啊！我有点装置困难。妹妹使用的是 iPhone 8。后面是 Melody 的图案，用的是 跟妹妹一样的手机壳，这样子你们手机壳就不会忘记拿了。但很怕会搞混呢。姐姐，哪一只是你的？看不出来。妈妈的手机壳，我帮她准备好喽。噔噔！妈妈的怎么那么好，都有这个？对啊，还有镜子。我们都没有。亚米爸爸帮亚米妈妈选的手机壳，它的功能呢是这上面。有一个镜子呢，这个镜子呢可以让你照自己哦，而且这个镜子还可以拿来当手机支架呢，像这个样子。还有，它这下面除了有 Hello Kitty、大耳狗、布丁狗、Melody， 还有 Kurumi 之外，这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支架哦，这样他就可以直接站着咯。噔噔，妈妈的缺点就是没有很厚，但我们的缺点是很厚。这就是我送给他们的新手机壳，你们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好，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这样我就会更好的追海伦爱彩冠了。谢谢爱爸爸给我6000块，我知道怎么花了。什么6000块？